3, 2, 1 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o Dream House, Dream Home 啊、不能用 home 来比较了，应该是 Dream House 了，因为真的，大家看一眼，这里，确切的说，三十四天，三十几天没有回家的我，家里的现况就是这样子，因为我自己买的，但是大部分应该都是品牌爸爸的投诉，现在我要进行一个快速查。好家伙，爸爸在刷短视频了啊！对，我要以一个非常快速的动作，赶紧把这些东西拆完，我的员工好回家啊！是不是？对，欢迎收看嘉哥 vlog， 开始。首先，丹姐的一只手在这里。越狱式了已经。首先就是我们的悦木之源，这是我买的，我家里的去角质啊，还有去死皮啊，面膜没有了，之前也用过，又在网上做了一番审查之后，看了一遍之后，然后才选择了它。清理一下我的毛孔跟死皮，我真的是一个太不爱清理，但是我很干净。卸妆的也是一个，我觉得我的脸很脏。化妆霜，这个是我在网上看到的一个斜的，它是非常细的，然后斜的，然后是一个眼线。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好不好？这样刷很细，然后毛非常的舒适。好喜欢这种开箱的感觉。今天可以喜欢很久。然后我还买了一些头饰，我的那个综艺啊，我想要进行造型上的一些改变，然后就买了一些这种比较浮夸、不太像我的一些东西。但是我觉得多少有的时候还是需要一些的，就很好看。这是什么？这个应该是我买的一个腮红吗？好漂亮！哦，眼影盘，我买的粉粉的眼影盘。很奇怪，自从搬来这个家之后，就喜欢上一系列粉粉的东西，就是也有点控制不住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好多，我都不记得我买了这些。很爽，这种感觉。快用你的手指头感受一下它，感受到它的滑吗？颜色有点好看哦。塞子，还有珠光空灵子，不错的。等嘉哥的妆容哦，这个是 John Samuel 的小的那个周脂粉扑，特别喜欢用它。比如说提亮部位啊、痘痘啊、痘印的时候，你先用那个遮瑕铺上，然后等那个遮瑕在你的痘印的地方稍微干湿一点的时候，再用它去给它进行要推开，它就会非常的。这个怎么那么重？宝可梦啊，被我划坏了。它是一个卸妆湿巾哦，这个是著名的闪光散粉，它的额吧非常的浮夸，感觉很贵气。它是粉色的散粉，然后散粉大家应该知道要怎么用吧？不要直接上脸，要这样给它揉一下，然后再开始。哇，它是闪光啊，不光持妆散粉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哇，我买了那个夹的，用头发上夹上去，然后一搓，小小的。啊，是品牌爸爸送给我的，这应该是嘉哥那个时候选的两个眼镜，没有选择他们家的墨镜，选择的是他们家的平光镜，大家是不是很不错？就看起来好像学习成绩很好的样子。学习成绩好不会带来这种臭脸给当我想要看起来很知性的时候，嘉哥就会戴上这样子的眼镜。有的时候去机场的时候，其实也会选择像这样子的眼镜戴，不一定都是墨镜，因为现在大家都戴着口罩嘛，出行都是必须得戴口罩，所以大家来都看不见我，至少还是露个眼睛给大家看一下。看不见你，隐身了是吧？谢谢我们的品牌爸爸，快鼓掌！哇，关下的这一次中秋节的一个礼盒，非常的好看，它就是一个月亮，里面的蜡烛呢其实是一个兔子，嘉哥非常爱的香味颐和金桂。这闻到香味了吗？闻到香味了吗？对，这是一只兔子，香薰做成了一个这样子兔子的形状，太精致了。Tip 7呢，看起来像是鞋，是衣服。哇，好可爱，这很美式，一个卫衣，然后它的配色也非常的美式，包括它的插画。哇，还有帽子，这个品牌感觉非常美式的那种。像我们的 Seven 爸爸的头位，哇、，Nars 他给了一。拍的有看我的秋季妆容吗？我自己画的，用 NARS 的，一整个就是温柔本身。这什么？哇！快打！哇！Queen 不能低头，小心皇冠一点。首先先庆祝何方十周，这个礼盒做的也太好看了吧！这是放他们首饰的吗？首先是一个，应该是个项链，非常的高级，而且也很闪。这个是一个胸针，然
后也是一个蝴蝶结的，就是西装啊，干净的那种毛衣可以加一个胸针，非常高级。花朵系列的耳环，戴一个很好看的样子。快把手很好看打在公屏上，我喜欢这个，这个好浮夸，好一个大的钻配上所有的小钻镶骨的一个蝴蝶结，一鞋何妨？也祝你们生日快乐！这是一系列家居用品吗？EKO 家具送来的，我先把它一全部拿出来，主要还是要谢谢我们的这个代言人张哥。笔筒，洗手的，对，电子垃圾桶，然后这个纸的开瓶器，这个是洗碗的时候沥水的那个东西，餐具架，这个是一个米桶，非常谢谢 EKO 品牌爸爸给张哥的一个谢谢。如果正好你最近搬家，可以去了解一下。哇，爸爸给送了一个 brush， 亲爱的孟佳玉，祝中秋快乐！对不起 ，Bobby Brown， 现在才能回到家看到您送过来的中秋礼物，给我送上的干皮底妆大师，然后虫草家族系列产品，12小时长效保湿，内养外亮，还是啊，它还有精华喷雾哦。谢谢我们的 Bobby Brown。娜娜，哦，娜娜有说要给我寄，他们家出了新的，哇哦！娜娜，稍等一下，这一箱好大，欢迎开启芭比布朗梦幻独角兽限定系列，当，超可爱，天哪，流动的，哎，是他们的小夹子，小钥匙扣，人鱼姬，名字听起来就很诱人，哇哦，颜色的变化。盲盒，金色的角兽，他还戴着皇冠。谢谢我们的 Bobby Brown， 妈妈也给我投放了很多。他怎么会给我寄这么多呢？好多，这是他一直跟我说，然后跟我推荐的夹子啊，这个就是那个婚礼礼裙，放孩子，哇哦，哇哦，多少有点浮夸，平的时候，然后还有一点点跟在这儿，好浮夸的鞋，喂。这个可以看一下，它是一个非常丝绸的一个晚礼服，非常好看，等待佳哥给你们穿上，我跟你说直接一个大美丽走起，谢谢娜娜，非常好看哦， CT 的吗？哇哦，这是什么？哇哦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个是一个时装喷雾，这是高光，很好看哦，这个就是他们经典的吗？谢谢我们的 CT 给佳哥送来的这个礼服，还有新产品，谢谢 CT。 月饼应该还可以吃的吧，没事，月饼都能放一年，不知道是哪个品牌爸爸给佳哥送的月饼，然后我现在才收到，但是我一定会都给他吃完。然后我们的这个开箱的上集，然后在这里要跟大家暂时的说一个告别，因为我觉得东西太多了，还是要分个上下来拍摄啊，希望大家可以一键三连，然后喜欢佳哥的开箱，然后等着我马上回来。